还行。啊？我还行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感觉冷吗？因为刚才刚出来这不习惯，现在习惯了。呀，谁叫了？谁呀？啊？谁刚才叫了一声？为啥呀？啊？在这儿呢。小晶和梁威廉都是片儿的嘛？对，威廉都是片儿的啊。兄弟们，咱家那个下方小购物车所有的宠物用品呢，是满88包邮啊，老铁们啊。淘宝里的是满88包邮，兄弟们啊。你们想买的话，你们去拍的啊。原蛋是多少个？原蛋29.95块15个，兄弟们啊。然后呢，29.95块是10个，然后是送给大家5个。你买20个呢？你买20个是送，买20个是送10个，买30个是送20个啊，买30个送20个。啊，就是你花29.9块的话，给你发15个。然后呢，发后你花58块，59.8块的话，59.8块是59.8块是30个啊，然后呢是80多是50个，哎，你那真好，曙光新城啊，不是曙光新城啊，这是大润花园这块有个莲花泡。啥呀？来，哎呀，我操！小晶能跑第一啊？小晶有两下子呀！我看这个爬犁，兄弟们，你们玩过这个爬犁吗？老铁们，你们南方人玩过这玩意吗？啊？南方人玩过这爬犁吗？指定没玩过，可能有好多人见都没见过，就跟那个冰刀似的啊，冰刀这东西就跟冰刀一样啊，看不着，往上一踩，拿起这玩意儿，哎，转怎么转圈呢？转圈可不转圈啊！哎，这个玩过吗，老铁们啊？让三阳去拉我。这叫爬犁，兄弟们啊！干呀？你坐住啊！你推我呀？你别坏我呀！啊！别动啊！套住我的，坐稳了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呀！他怎么在这儿跑呢？你肯定是你要不跑，跑完之后呢，你就跑了。这也挺好玩，兄弟们，跟你说，你到东北来了得玩这个，爬犁。哎，这可以漂移，你会漂移吗？爬犁，你这个滑的真慢，这没滑起来，那玩的不好，冰车真会玩，没看过吧？哎，就是我感觉俺家 Seven 嘛，就是总这么跑的话，我跟你说 ，Seven 的性格啥的特别活跃。我跟你说，他在外面是玩时间长了，就回家就待不住，知道吗？俺家 Seven 就养成这种性格，因为俺家 Seven 从小的时候，我就带他出来玩，他不像老四老大，狗一多了之后吧，他出来玩没那么长时间了，知道吗？他们就在家待不住。哎，你们现在还冷吗？我想知道。我冷。我现在手都热。动手啊！哎，动手吗？哎，我现在手都热。哎，我。现在为什么哥？我手热不热？啊，真热乎。啊？谁的热？你的手热。那怎么还能动手呢？手那么热还能动手呢？我这穿个单鞋，里面穿个短袖，难道不冷吗？我这手上有水的，我这穿个单鞋，啊，你握一把雪扔出去，你再看看。对，刚才就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手可能带点水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手得破了。
哪里呀、啊？冻得发热，看谁跑第一。你看小晶，年轻就不一样了。你俩谁热乎？我看看，我摸你的，我摸你的。你摸他的。哎呦我操！他这真热乎，他这热乎啊！他小子睡凉炕，我全凭火力旺。他真热乎，草哥热乎吗？手？我也不热乎啊，不热吗？你也不热啊？你看他俩手可热乎了，没事多握握手，友好。兜里了都啊。多握手，还把小鸡儿冻坏了，一个个都好肥，他条件挺肥。我给你看一下老四的爸爸，兄弟们啊，老四的爹，巴顿，巴顿，嗯，巴顿，老四的爸爸，你看，兄弟们跟老四长得像，啊，哎呀，这个老四的爹啊，这是俺家老大的媳妇儿，老大老公啊，啊。啊，说蹦，说够着就够着了。我看三位能不能够着，来，你们给三位，你看三位能不能够着？啊，给三位一个啊，三位来。哎呦，我一晃子，哎呦我天，配合挺好的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回。不能来，不能来，这两口子玩排球呢，这是。三位来，三位来，三位。巴顿来，巴顿，巴顿，哎呀好，哎再来再配合一把啊，再配合一把来，给三了，哎呦又给巴顿捡起来，哎、玩的好，他玩的好，啊，嘿、哎、呀，是给巴顿，耶、哎，他好像传给巴顿了，是不是？他刚才是不是传给巴顿了？啊？原因呢？原因呢？29.9块15个兄弟们啊。嗯，感谢大家伙啊。嗯，咱们家的那个，大家想有需要大米的话，你们可以买那大米啊。大米在第一个链接，大米在第一个链接啊，58块钱10斤。然后咱家发顺丰快递，兄弟们啊，发顺丰快递。咱家下方，我兄弟们，我下方挂的所有的东西都发顺丰快递啊，都发顺丰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真贼鼻子啊，贼鼻子呀！完了，你看二迷糊冷不冷？二迷糊冷啊！我操！啊，二迷糊，二迷糊，他还跑吗？二迷糊不跑吧？跟他们跑好几圈，啊、看看动不动动换好几圈，现在妈来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给我来，好，三，给我三，你给我三，给我三，给我给我，好，给我三，你给我，你给我三。烫，你要多抓不着。哎呀，我说，啊，给我，哎，操、哎，给、给你过去了。你怎么了？好了，过去了，过人呢，三会过人呢，感谢简单啊，谢谢简单。二米自己玩挺开心啊。啊！迷糊，迷糊，迷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啊！已下单了，今天能发货吗？买了30个，可以发货啊，可以发货啊，都能发啊。发哪？发顺丰快递啊。老大。老四老大没来，兄弟，老四老大没来啊，整不了那些狗，啊，整不了那么多，哎，三真厉害，哎，我跟客服说一下子啊，让给你发走，啊，我跟客服说一下给你发走的啊，嗯，巴顿还挺会聊上女孩的，巴顿聊谁呀？巴顿就聊三。啊，那个，今天拍的原因大都给人发走的啊，啊，你赶紧，你把最好把那链接改过来，最好，改成30个的链接最好，啊，就是按于昨天晚上那么改，就因为有好多人不知道，知道吗？啊，对，人家不敢拍都，好了。都一下雪呢。嗯，都发啊，兄弟们啊，原因大都发啊，都发走啊。哎，干啥呢这是？
犯贱呢啊，犯贱你看他想，哎，你说养一只黑色的公狗啊，就缺黑公，到时候繁殖两个黑公留在荆州，留两只黑公啊，关键是我们三是中心人物，中心人物。左哥，你那么跪着膝盖不凉啊？啊？跪习惯了。腿要不打弯，不得劲儿。跪习惯了。没事，拜点啥？没事，拜点啥？黑的太吓人了，好看。二迷糊，你二迷糊嘚瑟不？二迷糊，你嘚瑟不？哎，这二迷糊耳朵真大，我们能把自己的眼睛都捂上呢。二迷糊，太老太老爷喊你了，啊！他听别的狗，不能再跑出来咬人。卖狗肉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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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狗肉来了，狗肉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卖狗肉嘞！吓坏了！我看到你了，我去找你，哈哈，小迷糊，看到我了，你们还能看到我们？啊？能看到你的脚就这样。能看到我的，指定是在这，现在周边的。方圆一公里以内。你过来吧！都能听着。嗯。我操，咋上去的呢？啊？这家伙，哎，哈哈哈！我操，一顿蹬，我操，你看后腿一顿蹬，啊！我操，一顿蹬，啊，一顿神蹬啊，哎，一顿神蹬啊！操，秃噜皮给你挠背呢，那不给你挠背呢，力气真大。哎，我就别意了。哪了？挑战八队啊，力真大呀，好玩吧？好玩吧，兄弟们？啊，完了，小迷糊有点冷了，我感觉小迷糊啊，看着吗？二迷糊有点冷了。二迷糊，真的？二迷糊，你坐着，二迷糊来，你坐。这样吧，你得跑啊。脚冻坏了，穿个单鞋出来的。脚还能冻坏脚？你这单鞋吗？你为啥穿单鞋呢？平常天天下楼遛它，就单鞋不好蹬吗？然后嘛，刚才下直接蹬到就。三万，嗯，三万挺狂啊！老爷狂躁症啊，整咋整啊？你说，老爷狂躁症。你别啃着帽子，我再狂有他狂吗？啊，那贵，他贵啊，那烤啃的吧，你就啃呗，咬他，咬他，完了，哎，这不，这不，那就踩背是吧？这不爬上了吗？那个踩背，哎呀，不还不让帮着上？怎么不带我四哥呢？整不了那些狗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因为咱好朋友都想带7出来啊，咱有一大部分人都想让咱带7出来啊，我只能带7出来，兄弟们，不能带老四出来啊，因为好多人都奔着7看7来的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？7，哎呀，俺家7那跟老四唯一的区别是啥呢？哎，我操，这他妈的真他妈疼啊！老四7跟老四唯一的区别是，老四出来之后他找我，7出来他不找我。啊，不背三，不背三，兄弟，不背三，对。嗯，哟，这家伙胖啊，这家伙胖啊，这家伙胖啊，啊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谁没来？啊，跟小孩一样。四哥认你，对，四哥一出来玩的话，啊，四哥哪儿都不跑，我上哪儿他上哪儿。二迷糊。这衣服穿难挠啊，小静好看。这衣服出两下，咱不打架呀，不打架，
不打架，兄弟们啊！我跟你说，他们别的不知道，但是他们肯定知道他们几个是一伙的。啊，他们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是一伙的啊！啊，有需要元气弹的好朋友们啊！原因呢，29.99十送五啊，买10个送5个，20个送10个，30个送20个，买30个送20个啊！元气弹，发顺丰快递，兄弟们啊！现在拍的都能发货啊！你买俩元气弹的，他妈摔上浪当的呢。为了咋地的，让咱俩才能造。回头掉错了，把那就剩那个蛋，那个叼没了。这给吃的，是不是？走，往回走吧，走吧。走吧，你们也冷了。真冷。真冷。啊？真冷，还受不了。你看俺家二猕猴，你看脚都飘起来了。二猕猴冻坏了，我靠。这得亏穿件衣服，有件衣服能长点，挡挡风。二米花，二米花，二宝，二宝，啊！买烤肉了，买烤肉了，走，咱来，快走！哎，咱第一个链接大米啊，有想买大米的好朋友，你们可以买点大米啊，大米好吃，兄弟们，大米非常香啊，大米非常香，兄弟们啊。发顺丰快递啊，58块钱十斤，嗯，哎呀，幸亏没走那么远呢，驼哥，幸亏咱没走那么远呢，哎，来户外呀，哎，好吃运费了，哎，发顺丰快递，而且在年根底下，兄弟们，啊，快递老贵了，东北这边啊。啊，今天还几天过？还3天过年，还3天过年。今天拍的，30那天，我估计啊，其实不太容易能到了啊。啊，兄弟，赶紧拉！昨天晚上拍的还能到，今天就说不好了。啊，往回走了，往回走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往回走了。快走了，快走，上来。哎，三不用算，三不用算，三不用算，三听话啊！三快来，快来！三来，快快闹，三来！过来，过来，三来！慢点，慢点，过，好，好，啊，过。小静，你别喊他，过来，来！不喊他好了。你看他们的过风刀听话啊，快过，过了一过就全过，一过全过了啊，串串不扛动，串串不扛动。我看二米位挺扛动。哎呀，要命！哎呀，真冷啊哈。完了，上雾了，危险，还行啊。哎呀，还是屋里好啊。啊，还是屋里，你看直播呢。哎呀，还是屋里头好啊，太危险了，这狗真好。黑米，这海蒂吧，海蒂呀，玩好了吗？海蒂，海蒂，你玩好了吗？这狗才忠诚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啊？你拽就拽下来了，还没拽下来？这块是挂住的。这狗才忠诚的，黑米 ，seven， 二迷糊，啊。夹住了。大家喜欢小迷糊的弟弟啊。小迷糊的妹妹，兄弟们，你们喜欢的话，你给那个咱家这是2号麦点点关注啊，主播榜的第二名啊，点点关注，看看万万没在这儿，万没在这儿。小晶啊，小晶你玩好了吗？小晶，冷啊，小晶你玩好了吗？小晶啊，二宝，小晶你，小晶坐，小晶你坐，小晶不坐，小晶还没玩开心呢。小晶没玩开心呢，是不是中你了？三万你玩好了吗？三万玩好了吗？三万丢小碗呢，小晶啊！我
坐那个圆凳的呗，咱俩走出来，咱俩坐那得劲儿。啥呀？圆那凳子带轱辘。哪个？他坐那个。咋了？我坐这个行。门口好热闹啊！我在甘肃，哎，外面挺冷啊。啊，外面真冷啊，挺冷。哎，好热闹。我感觉这回小静想老大了呀！小静谁不想？小静谁不想？我擦擦啊！啊，谁都想。哎，这么模糊呢？那个什么？哈气呗。啊。哈气，这家伙看着我，都看着不拍他，都看着我大黄牙，都看着我嗓子眼了都。看啥呀？啊，好多爪子印儿啊！都看上大长头发了。等会儿这个时候不能擦，走一走，等会儿再擦。对，擦了也得买。擦也白擦，有口气，谁闻着了？三万，爸爸摸摸来，过来，三万来，三万爸爸摸摸来，过来，三万来。这题给踩了，三万来，爸摸摸来，摸摸俺大宝。嗯，你这一哈，疫情啊，你这一哈完了，两千多人呢，兄弟们，你都得隔离，啊，领这么多领的谁么出去了？都出去了，他们几个，刚才几个狗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六七个狗全出去了，全都出去了，他们。三位抢不过来，你别管他，三位抢吧，他着急抢，三去抢来吧，他肯定抢不来。他不敢，嗯，他不敢抢。三位，你就上去抢呗，你吵吵啥呀？你吵吵啥呀？你就抢呗。这小静的媳妇吧，那是。对，阿强。哎，小静都不敢抢，你看，哈哈，这么尖。抢，别吵吵，三万，你吵吵啥呀？不能吵吵啊！好，不许吵吵啊！抢不过就骂你。啊。抢不过人家呢。抢不过就骂你。你看这小静安静了。小静都不敢抢。你打他干啥呀？不用打他，没了，完了，跟小静了。完了，懵了，安琪拉懵了。球呢？球咋的了？球没了，生气了，安琪拉，让小晶抢去了。小晶抢去了，嗯。哎。让小晶给抢。三十几岁了？34岁。34岁。我这也拿回来。34岁，欢迎大家伙啊！大家给咱小温柔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！一号们咱小温柔啊！三文军团小温柔，兄弟们，咱给点关注啊！咱的管理员，老铁们，咱的管理员啊！大家帮帮忙给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咱帮帮忙往上点，往搂搂，使劲往上搂搂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啊！谢谢大家，兄弟们，谢谢所有好朋友们啊！二号麦妥妥先生啊，小黑女人妥妥先生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们看老四的翻版，兄弟们，老四的翻版就是他。巴顿，巴顿来，巴顿，巴顿跟我关系老好了啊！巴顿跟我关系老好了，巴顿来，巴顿来。巴顿来，巴顿过来找我来。哎呀，巴顿来，巴顿，来，对，巴顿，老实的，巴顿来，跟媳妇玩吧。嗯，巴顿来，跟媳妇玩，好，巴顿来，啊，巴顿，别动啊，啊，老四啊，跟四哥多像，兄弟们看，感谢雨萍啊，谢雨萍，跟四哥长多像，啊。这狗可听话了，巴顿可听话了，画上眉毛更像了，尾巴都像，你看长大体格子可像了，啊，哎呀，俺们亲家怎么上一号麦来了呢？啊，再给一号麦亲家点关注，啊，亲家最近没少涨粉啊，嗯，最近总上热门啊，对呀，啊，嗯，没少涨粉啊，马上10万了，老大老二挨个蹭，是吗？对。那蹭的是明明白白的啊，那蹭的是明明白白的，蹭的好，对狗好的主播，老四真像爸爸啊！点了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！二迷糊，大家给二迷糊一点点关注啊！二迷糊在主播榜的第二个啊！二迷糊呢？迷糊，
二迷糊，那啥迷糊，老大的老公呢？三分咬，八分一样的咬叫唤呢。二迷糊，二迷糊，靠，滚！滚！我滚，滚！我滚来，啥也不是。你跟你那个哥呀，你跟你那个哥一样一样的，啥也不是。啊，你他妈就比你哥脾气小点儿。这哥，哎，你说妥哥那小牛为啥脾气那么大呢？他呀，嗯，性格不一样呢，姊妹那性格还不一样呢，对吧？哎，你就哎，小牛那脾气，你家狗谁像小牛那脾气似的？小牛没有啊？你看小牛脾气。哎，小牛，我跟你说，小牛，你不能摸他屁股，你摸他屁股，他呜呜叫唤。你说谁摸？那你摸他屁股肯定不行，你要怎么小女生摸他屁股就行了。你摸我也毛了，我也不愿意。小牛真小牛的脾气真不好。我也不愿意。啊，我给你摸一下。对呀，你摸哪儿了？哎，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他玩游戏的时候他不听话，我就揍他屁股的事儿，时间长了他就感觉我摸我揍他屁股似的。不是那事儿啊，不是那事儿，应该有点关系，应该有点关系。他条件反射了，我一摸他屁股，哎，我一拍他屁股，哎，不管咋拍轻拍他也那样似的，嗷呜呜叫唤。啊，那你呢？硬抢啊，硬抢啊，到人家给你硬抢。嗯，又来了，这是狗狗聚会了。狗狗聚会呢。三个都骂你呢，三个都骂你上去。昨天的段子把小明吓坏了吧？你看看，亲上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俩狗干啥呢？哎呀，亲上了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么亲的不行啊，还歪歪的亲。哎呀。哎呀妈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啊。这干借位？这借位真亲假亲呢？真亲呐！啊，绑一块儿的。我跟你说，这要是借位的话，你拍视频多好啊！这张明，我这绝对是，绝对是啥？这小位借的绝对是那个正常啊！热吻呐！热吻呐！完了，哈，这不俺家，这不我姑爷吗？啊！你们在搞破鞋子，过来！姑爷子，过来来，他妈我才瞅见啊！这不俺家老大老公吗？啊，我才反应过来。过来来，小精来，过来来干啥呢你？我的妈呀，这小精太不靠谱了你！啊，这小精，你要咋在那搂着他？那在那底下有味儿，你还在那搂着他？你让过去不能让他过去？啥也不是。出轨了，你说哎，小精子，这天真的是。你咋这样没看出来呢？还在那卖单呢。哎呀，这家伙还得这当回事儿呢，自己的。加油呢呗。啊。这黑的比他们听话，黑的性格好，这黑的性格好啊，这黑的好像跟受气包似的。晚上，白天就是白的那个款式，晚上黑的款式。是吗？黑的黑的这跟受气包似的，你瞅他哎。把大圆脸可以。哎，你说他为啥这么老实呢？我想知道，这是他岁数大的事吗？不是啊，你可别说他老实，他挨顿咬他脸。刚才给三顿咬叫唤了，是吗？给八顿都咬叫唤了。这俩黑的，跟你还给咬上了。这俩黑长得跟他妈那猪羔子似的，哎，你看走道，哎，走道就像那个腿麻了似的，你看，哎，哎，你哎，你腿走道就跟那个腿要麻了似的，哎，这大屁股。黑色的毛皮好好亮啊！元气蛋兄弟们啊，元气蛋是29.9块十五个啊，买元气蛋是买十送五，买二十送十个，兄弟们啊，买30送20个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想买元气蛋的话，现在你们拍的话都能发货，兄弟们，现在拍的都能发货啊！你按下来，搞一个手摁着就拆掉你。嗯，现在拍元气蛋都能发货，兄弟们啊。想买的话，大家赶快拍一点，兄弟们啊！一会儿都发走啊！三八，你也养只黑色的吧？你家去黑色，黑色的漂亮，俺家养不了了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嗯，养不了了。能养的话，小狗我就留了。
真整不了了。你问妥哥他能，你还能留，还留不留狗了以后？不留了。不留了。留不了了，这怎么这么多了？啊，狗是够用了，主要是留人了就。你留人了，狗是够用了，真整不了了。家带人了。卖狗吗？一号卖狗，有你家那俩狗卖吗？厨艺是不太好的那个不认可不卖。嗯。不是你拿钱就过来买，我卖你。来再养就破产了，再养上我就疯了。再说咱这狗的价格不是谁能接受了的。有好有有好信儿的，你们可以看看。哦、有好信儿的话，你们可以看看咱家榜一他家狗啥样的。嗯，换房子后留个黑色的，给老四做媳妇儿。哎呀，整不了，以后再说吧，兄弟们。嗯。小明话。得有大院儿。嗯。得有大院儿才行。我跟你说，狗多了不好收拾它也。三万，你干啥你啊？在找看好小黄鸭。他看好小黄鸭。不许动！你说谁呢？干啥呀？这有球啊？没有球啊？没有啊！告诉你，让你给找出来，你掉里了。你就干啥呀？球，行了，三万不能叫了啊！你说啥呢？他是不是想让你抢来他的球啊？去抢吧，去抢吧。他要球，三可能要球。那你给他预件接待吗？是不是？元元蛋十买十个送五个啊，二十个送十个，三十个送二十个，啊。然后我跟一Seven发顺丰快递啊，Seven怕老公出轨。这底有啥呀？苹果吧，他是不是看到苹果了？不能吧，有苹果吗？错了亮。别舔脑瓜子啊！不能，我抛砖的，我豆亮的嘞。你家狗吃苹果吗？啊？你给他们切点呗。来吧，给他切点。没有啊，你有啥呀？这个，那个是车轱辘，不是球。咋了？给切点，切点苹果。你家狗愿意吃啊？都愿意吃吗？甜丝儿的哈，他们愿意吃。三万，你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找啥呀？啊！我操！你这能你看着球了？是刚才他们掉进的吗？是刚才他们掉进的吗？对。啊！我说叫半天呢。摆上掉进去了。好了啊，自己拿好了，三万啊，自己拿好了，不能叫了啊！这不要俺家不敢整球，你知道吗？俺家一有球了，你不给他玩的话就叫唤。嗯，你给他玩吧，球一会儿就废。切苹果就没了。我在哪看见了？你说你自己东西他妈绑哪都不知道。好聪明，咱很喜欢玩球。我每次切完我都伸手。咱们。咱球你给爸玩会儿呗。拿过来吧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拿来吧。爸玩一会儿，你瞅你，瞅你金鼻子，哎，你看看。看，不用，你给爸玩会儿呗。行，来玩。我忘，我忘了，三万也忘一下子。嗯。哎，三，乖，三乖，乖，乖。来拿球跟我换吧。三吃不吃苹果？三吃不吃苹果？你看三万搁哪儿呢？
在这儿呢，三姐过来吃吃苹果。三不能吃，阿正不能吃。三姐拿来，三姐去吃个苹果。三姐过来，吐了。哎好，哎呀好宝。小迷糊呢？小迷糊吃不吃？迷糊。他吃，他他妈偏得要的，来那小块儿，块大他不咬。啊？完了，不吃大块儿的，吃小块儿的。啊，吃大。嗯。他喜欢块大。这切苹果这玩意儿挺好哈啊。嗯，刚才买的。大的切不了。在哪儿买的？不是切过来，这网上买的。啊？我在网上买。他整的还挺好呢，过来，别压着了，别扯扯舌头的。你看，我不给他，他在舔苹果。小金院那小被子可好了，看天哪，这海蒂的，啊，吐了。咱给吐，把你球吐了。吐，嗯，吐。咱要球不要吃的。哎，你说有的，你说你先拿块肉啥的，他有时候愿意玩球，他不肉都不吃哈。啊。啊你这个啥意思，这个王子？这不刚到了吗？啊，嗯，拿顶上就得了。买一个，那我买一个，买一个试试，啊，买个试试。兄弟们，大家伙想买元气蛋的啊，元气蛋那个买十送一，买二十送买十送五个，买二十个送十个，买三十个送二十个啊，元气蛋啊，兄弟们啊，嗯，待会儿就是买一箱是三十个，兄弟们买一箱送二十个啊，你看买一箱。送二十个啊，这年底了，而且还发顺丰快递，兄弟们啊！原先咱狗特别喜欢吃啊，老铁们啊，嗯，原来特别喜欢吃狗狗啊，你们可以去整一单，兄弟们啊，黑的贵，一天定千豆，原来好吃，这个一定要不锈钢的，要不老坏。对，这是不锈钢的吗？不锈钢的，不锈钢的啊，304的不锈钢的是吧？对，304钢的。买了一箱，感谢雅雅啊，那雅雅我刚才看着了，雅雅刚才看着了，看跟小迷糊长得挺像哈，那、这个啊，原来在哪里发货？牡丹江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啊，发顺丰快递啊。哎，发顺丰快递啊。看人家这个迷糊多听话，人家给东西都不吃，你家那个傻迷糊什么都，都会抢吃的，都会，就会抢吃的，什么都，我跟你说，铁子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啊、我要跟你说，小迷糊那种性格是我专门整出来的，你信吗？啊，铁子，小迷糊那种性格是我专门整出来的，你信吗？啊？我专门让小牛那种性格，你信吗？啊，我就想让小牛不听话，你信不信？啊？大哥，你是不是？小牛越不听话，大伙越愿意看，你信不信？啊？嗯。他越不听话越好玩，你听话就不好玩了，知道吗？你看他家狗听不听话？兄弟们，那他们家狗都听话，就不听话的狗才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话的狗就往那一坐就摆拍，知道吗？观赏，对不对？那没有意思了。你不能伸手吃点吗？啊！你的那我不给你一个吗？他不听话的时候。那好吃吗？我给你那果果呢？你把果果扔哪了？啊？你的果果呢？对，有时间回家看看爹妈，在这儿看狗。嗯、有时间要看看我，有时间我回去看看我的爸爸和妈妈，啊、嗯。你的果果哪去了？我都好长时间没看着我爸妈了，啊、嗯。我去看看去，谢谢铁子，谢谢你，啊、嗯。我以后应该多孝敬孝敬我爸妈，不应该孝敬我家狗，啊、嗯。谢谢，啊、嗯，跟我深深的上了一课，感谢。不是，这个是、那个嗯、谢谢。啊、嗯！我一下感觉到觉悟了，兄弟们，我一下就感觉到非常觉悟了。你说的真对呀！
Seven 呢？Seven 在这儿呢呗，那 Seven 在搁这儿呢，那 Seven 搁这儿呢 ，Seven 心都飘了啊，老高兴了 ，Seven 啊，啊安琪拉，嗯、啊，下播吧，回家吧，下播回家，嗯呐，下播回家看看我爸爸妈妈，啊，看看我妈妈，过年了，狗狗新衣服买一件儿。哎呀妈呀！安琪拉在那看着，哎呀，安琪拉，安琪拉咬球的时候，三在那看着，三安琪咬球的时候，安琪拉在那看着。我看他在那可有意思了，他等着他等着他咬球崩出去，一崩出去他赶紧抢。嗯，趁你不注意就抢走了。嗯，一趁不注意抢走了。嗯，老四太胖了。Seven 大 Seven 能不能找到他一窝的姐妹呢？找不着，找不着。嗯。找着有啥用啊？就是找着啥用啊？找也没有用啊。寻亲呢？哎呦我的天，你太疼了。就找到他妈妈都没有用。对。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找到他的妈妈，他都不能认识。啊，就跟二迷糊似的。二迷糊，他认识我吗？他不在，他认识我，他不在跟我走的呀。你干啥？他不是说认识我，他一向认识你，习惯他这样认识你。我要是不在的话，他就跟你走。他跟妥哥也能走，你信不信？应该是他总比别人强，熟悉气味的人都对对啊，是不是？总来总在一块玩，就你俩还是兄弟。我跟你说，二迷糊，你要往你要追溯他的根源的话，跟人他是跟巴顿是一个血统的，知道吗？是吗？只不过是中途有点变异了，这方面，中途有点。哎呦，有点基因突变。别往巴顿身上赖啊！那都是你的技术吗？你看啊。二迷糊是老四的姑娘，老四是巴顿的儿子，你看看，他得管巴顿叫爷爷，亲爷爷，那是亲爷爷呀，直系的。哎，巴顿，那小迷糊，老四，巴顿说了，嘿，老四身上赖，老四一天那个心情不好就揍小迷糊，嘿，这是我孙子，真黑，看我大孙儿。大孙真黑，哎呀呀，上次不会接，哎呦我傻贱呢！欢迎大家伙啊！小青把你远程纸偷。大伙有需要大米的啊，大米在第一个链接，兄弟。把远程纸偷好了。大米在第一个链接，十碗大米，58块钱十斤，发顺丰快递啊！焖出来的米饭特别香，长粒的，兄弟们。啊、那个石板大米就是产自咱们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，兄弟们知道吗？石板大米就是那个响水大米，兄弟们啊、你们肯定都听说过响水大米，你们想买的话你们可以去拍的，58块钱十斤一点都不贵啊。对于响水大米石板大米来说，兄弟们58块钱十斤一点都不贵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一个小狗多少米，妥哥咋不播，妥哥一会儿播。嗯，来我给你们吃点零食吧，看看我们的 Seven。哎，卵磷脂有啥用啊？美毛呗，美毛的，嗯。心血管，促进劳心素。大嘴精。提高。海藻，海藻。大米好吃，我买了，下单了，谢谢大家伙。就是心血管健康。软化血管。嗯，不是软化血管，它指的是提高血管健康。哎，大豆卵磷脂是不是有个大豆？还有洗脸巾吗？洗脸巾有，洗脸巾有，在第三个链接，19块9两卷，啊。29块9四卷，39块9六卷啊，一卷是五十张，一卷是五十张，啊，咱就是行，俺家这没吃过，这得吐了，圆圆的，啊，快看这啥，没有，我不一想吓老叫我吃，那个吃的，主播你好，小老大他们咋不直播了呢？再给他一个，不知道啊。我管教，你看能不能给我？他不过来，他不给我看。大米真不错啊，很香，新米真不错，已经吃过了，感谢啊。这四个字我一个字不认识。爸爸来，兔兔。这四个字我一个字不认识。兔兔，爸爸来，兔兔。你给他咽了。尴尬呀。你给他们一个谁的？我让他吐。你让谁吐？让小金吧。吐。吐了，打你好嘛！我得打出来，我嘚瑟，他妈直接就咽了，这都不带嚼的，不给你机会。你再给海弟，海弟吐，亲戚来，巴顿，吐，我让三文吐来，你过来，我让三文吐来，过来，看着啊，不接，三文吐了，三文过来。
打球来，三，好了，来，脱，脱，再脱。进嘴了，咱三三无一例外，全不。我再来三，第一回不知道咋回事呢。三，吐了啊，吐了，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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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，脱。我操！我操！砸大头上了！砸海蒂脑瓜上了！海蒂有点懵啊！嗯。打啥？太小了，直接咽去了。哎，就整块骨头还行。脱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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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多，快点，多多！我看你啊，你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么脱，我不管用。你看我啊，一个小心一个，脱，我脱了。你可拉倒吧，就是俺家小迷糊，那都咬你一口。本来没那么快，你知道吗？到底你一逛呢，进得更快。你再给他，你再给他，我说给他逛一回。我脱了。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给关。翻车了，狗多都不敢出来了，狗多都不敢吐。哎，其实是他们说，因为狗多的事儿，所以不敢吐。一吐完就让别的狗抢跑了。跟他玩一个狗，其实吐了。嗯，你自己一个狗的话就吐了。在一块儿想，他给你吐出来，他想给你吐，还把别人抢走了。俺家那个刚才也是研究了半天呢，我在吐吗？吐还是不吐呢？最后心里还是吐了。出来吧，给逛出来。真笑人。谢谢大家伙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姐妹们啊！谢谢大家。来了，过来，给好吃的。个别孩子需要减肥了。你说三文，你说三文，你，哎呦我靠！你说他非得把球放我这儿，然后他叫唤，非得让我扔个，你看他还得过来，你看他，你看着啊。他是真的玩。你看，你看他把球放这儿，哎，看着啊，看着啊，你看着啊。掉了，你赶紧接呀！啊，夏天可别这样，容易咬坏了。冬天也不行啊。明白？你明白？明白？二宝，你看，你看着啊！你看三万还会把球放我这儿，你看着啊！让你滚！他想让我扔。让我跟他玩儿，扔扔，是不是？小心，那你不好使，是不是？我给你逛出来，你信不信？对对，真给逛出来。他让我扔，三文要跟爸爸一块玩儿。哈哈哈！完了，不行吧，记住了。石头一动那就进肚了。三，爸跟你玩儿来。我看你这俩玩儿喂了了。三。三过来，来，你看着啊！三，来，三，三，来，来，三，爸给你玩，你放这，放这，放，好，坐，好，三啊，三，坐，坐，给，给，哎，给，哥，起来，站，站，站，给，不给，不给，又操！不跟你玩了。大豆的有那个软磷脂，有那种油的。大豆的，哎，这家差点给我废了。这里还有个球呢，不是碗儿，那块儿，你脚底下，红根那个。那没事。他这个专业针对宠物的，你觉得能有能大吗？孩子。太坏了，三文太坏了。嗯，比老爷子厉害。保养保养的呀，知道知道的。不跟你玩了啊！我不跟你玩了，三文。啊，三文最聪明了，天天看三文看不够，感谢大家伙啊！感谢大家伙。不能叫唤三文啊！你不能跟老跟你跟老丈人那样似的啊，公公老公公那样似的啊。感谢风雪，谢谢风雪。啊，嗯，害怕吗？啥摔炮啊？啊，你不跟你玩了，起来吧，不跟你玩了。你自己去玩去。不跟你玩了。不能叫了，
不能叫了，不能叫了，不能叫了，太能叫了。你看他害怕了，你看去了，你看去了。你看家小金毛，你妈呀！这咋的了？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，欢迎啊！来呀！呀，啥动静？啥动静？你看去了，吓！跟我玩呢，吓我呢！怼他，怼他，怼！操！这玩意儿就拿手捏都没事儿。那个修上了吗？我抓了一下。单反。单反。不是，你看。好了，他啊，好了，好了，他啊。你播吧。你不播了。你播吧，你播吧。别咬掉了，掉掉就掉了，嗯，掉掉了。不能让伤害。伤害。啊。三上急眼了。好了，三上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啊。不叫，不许动了，三万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不想跟你玩了，三万，啊，我不想跟你玩了，三万，啊，你，我不想跟你玩了，三万，你非得让我跟你玩，三万非得让我跟他玩，嗯，非得让我跟他玩，三万不跟你玩了，啊，你自己去玩去吧，你干啥呀你，啊，不想跟你玩了，我，啊。我不想跟你玩了啊啊！我不想跟你玩了啊！必须玩！你咋这么烦人呢，三万？我爸不想跟你啊！看你真烦人，三万，你真烦人，不想跟你玩。哎，感谢大家伙啊！老爷跟三万玩吧，别让三万叫了。你看看，你看这家伙，哎，你非得往我这放，非得往我这放，看，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我的妈，我这裤裆都湿了。行了，湿了，三万啊，球没了，球没了，小金抢跑了，行，小金小金抢跑了，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大家伙想买元气弹的啊，元气弹在那个我正在讲解当中，兄弟们，元气弹我正在讲解啊。然后是买十送五，买二十送十，买三十送二十，啊，买三十送二十啊。看看老四多像，兄弟们。巴顿呢？巴顿，四哥，巴顿，这些毛孩的都得减肥了。嗯，会玩吧 ？Seven 都生气了，乖乖的可怜呢。巴顿真好看，巴顿跟老四一样，巴顿跟老四一样啊。三玩的球链接有没有？没有，兄弟们没有。但咱家有一个球链接，兄弟们啊。嗯，质量特别好的一个球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拍一下那个链接球啊，在第43个链接，兄弟们，在第43个链接那个球也非常好啊。我操，咋这么冷呢？现在冷吗？现在挺冷的。你看他搁会了啊！哎，三万，球呢？啊，你看他搁踩这块，你看。三万，想玩。老大过来说，这三个自己来的，对，兄弟们，这三个自己来的。过来，老大，来，啊。对，好的，好的，奶奶奶了，好的，对，哎，好，部长，你干啥？嗯，奶奶，你信不光叫奶奶呀？哎呀，你整整啊，还得叫开奶呀？哎呀，那别的别叫，能给我叫名字。别闹啊，好的。海地啊，海地，这海地，这黑米。别闹啊，黑米。黑米是白了，胡子都白了。哎，三万不能叫了啊！哎，二宝，你黑米胡子都白了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们看出来胡子白了吗？三万，这狗岁数大了都这样白。你看海蒂就没事，海蒂，你看，海蒂都没事。它这是个
黑米糊，哎，黑米是老的事吗？它白了都，对啊，对，白了。他这个父辈也是一个学霸，非常愿意。父辈。这俩黑宝宝是金毛吗？那是用脚后跟，你用脚后跟想问题吗？啊？这俩黑色的，你竟然说是金毛？啊？那谁家金毛黑的呀？那不金毛，金毛还整个黑毛？啊？对不对？啥呀？啊？他将来，我说又得找个傻老公吧。傻老公？这是挺愁的呢。现在吴炳是公的吗？公的。你也给吴炳分配呀？不一个蛋吗？啊？一个蛋不耽误事儿。不行，这姑爷打死我不能要，你知道吗？太他妈操蛋。眼睛大呀，能提升很大的眼睛。你找不着小，你找不着二明这个品种的狗。除非你给他找个腊肠行，腊肠可以。那我还不如找金毛呢。好，你找金毛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找金毛。拉不太筋。找个腊肠行。拉的太筋了。拉不太辣。拉的太筋，这拉不拉多吧？拉的太筋。这是太筋了。万万还认识老爷吗？肯定不能认识，我跟你说。啊。他就印证新主人了，大家给你上榜一直播间吧，榜一是不是直播呢？啊？啊？回看五饼吧，拉不拉黑？给他长得拉不拉都哎呀，二迷糊，别给做云雨得了。再说，这，我跟你说，你要给他找老公的话，啊？人家怕人家不乐意。我跟你说，不是说他不乐意，那肯定给他的下一辈孩子给害了。对，真给害了。嗯，刚出生的孩子都害了。长得不好看的话，谁都不想要。到最后慢慢就成流浪狗了。对。不是，他再喜欢，就因为有些车是喜欢，家庭的那种变故是你无法控制，明白吧？家庭那种变动，你是无法控制。就完，不然两万。光说有点喜欢他，他能养多长时间？能喜欢多长时间呢？对不对？喜欢就是谁不能说各宝各的家。绝育吧，我感觉绝育挺好。其实，二名主人应该绝育，就是把那些。看啥呀？串串很多都好看。我一开始没反应过味儿，我事后反应过味儿了。欢迎二名啊！欢迎三军团！哎呀，菠萝哪去了？别，下班了，跟他在下边菠萝去。待会上一号麦吧，啊！跟我玩上了你。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上一号麦吧，好吧？然后我就关播了啊，咱们家晚上见，兄弟们，三个爹晚上播啊，大家上一号麦直播间吧。那个郑都在他那边。是你干妈，你看，带上一号麦吧啊。你跟我玩呢，你看看。一号麦正在直播，兄弟们，大家去吧，啊。大三，妥妥先生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去吧，啊。这怎么把我拍下去了呢？啊？你这个地方好梦幻呢，啊？这个蓝。啊，大家上一号麦吧，我就关了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拜拜啊，老铁们。拜拜，一号麦正在直播呢啊。拜拜喽，拜拜喽，兄弟们。啊，大家去吧，啊！哎，玩，不能绝育，玩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吧，你要给他找同样的品质才行。你找不着同样品质的话，真不行啊！大家去吧，兄弟们，一号麦直播间啊，正在直播当中啊。握手杀数，兄弟们，我就关了啊。欢迎三兵团啊！握手杀数，我就关了啊。三、二、一。啊，一兄弟们，大家去吧啊，好。